年吃葡萄干一定要洗，吃葡萄干一定要洗。你看我刚才就这样冲了一下，你看这一盆的脏东西，你以为就是吃了点泥吃了点灰那么简单吗？像这种需要晒干的东西，那上面有无数只虫子呀苍蝇都飞来飞去。这葡萄干真有这么脏吗？我买这个看起来挺干净啊，走咱也去泡一下试试。看起来很干净哈，咱现在把它倒入容器里，然后咱用温水给它浸泡，好搅拌一下。哎呀妈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水确实浑浊了。咱给它浸泡五分钟哈，我的天哪，越泡越浑，已经泡了五分钟了啊，确实很脏，咱给它捞出来，看看底下脏不脏。我天，这底下却黑的，买的时候看起来一点都不脏，看这下面都是泥呀，全都是泥沙呀，以后这葡萄干真得洗呀。咱尝一下这个清洗过的葡萄干，它只有表皮泡软了，它还是可以正常吃的，里头还是非常讲究的哈。所以以后买葡萄干咱们还是洗一下再吃吧，赶紧咱收藏吧。